现在做这个不是很大啊，治疗全是全部拉过来的。即唔就拄啊，因翁诶。啊，我只，佮伊提过伊。哎，只有可能你头家诶，看你叫伊干嘛？你讲了，谁要啊？听听讲，唔是唔是。啊，伊啊，我只更加一张，你可能念着你诶。啊，叫我带来对了，带来对了，你我带来就袂当啊，带来对下着，只我带来袂当啊。啊，你一个我你无可能袂哦。我太太讲，我只那有一张啊。啊，我原来我都搭来电，那再搁加一张啊。你的嘛无去哦，我。哦。念着你的哦，拄迄张哦，啊你嘛无去哦，哎。这拢会拉啊。也嘛一张啦。对，我讲这一张。咱也无来吃去呀。好，就要入门不要紧。这样没有，无只一张。啊，骗啦！我来开始等你房价，你讲，等了无啊？是啊。那是什么？哎，到骗啦！你还无来来讲是？还无早到吼？哎，你负责扣啊！大龙卡斯贝，卖出第一句。几楼？看几楼行？无时间啊，当去相。不是给你们拍照片。大家在去相。是我随时要发东西给各位，你要看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，我们往前走。无时间看，大家过去，我看着水过去，我无多。好，来，各位，
他会有很多的东西，就是现在的物质世界的那种短短，就是有那种清楚的可以长达在冰河，这个是冰河，不是水。
啊、感觉得出来的声音，怎么会这样？他可能比较敏感。好，来，先过来这边哦。你要不要说这边呢？那个糖、啊，你把信发给我，发现过期了，我把它丢了。啊。我那个糖啊，我刚刚在身上不是有那个糖吗？没关系，我发现过期了，我就把它丢掉了，我没有办法发给各位。各位，等一下如果放，我有那个糖，等一下真的。买那个80%或者是75%的黑巧克力来吃，好、啊，这是老外教我的，好、啊，那个也有用，好不好？好、啊，好，来，请再过来一点，后面留一点给大家。好、啊，那这边呢，就是旅客服务中心的部分，然后呢，我们前面呢，就看到那个电梯，就从通规前两个电梯，那右边的那个电梯呢，它是1、2、3、4都停的。5楼不能不停，他不去。那左边的这个电梯呢，它就是从基隆的街道的。好，所以刚刚我们吃完的饭，各位呢，如果想要上五楼，你要到室外去，你可以坐左边的这个电梯，啊，或者是你坐右边的电梯到室外，那你到去，你就可以去到室外，啊，就可以去到室外。然后如果你吃完你要去冰洞，冰洞就在一楼，从这边走你会看到是一个 glacier cave， 这就是冰洞，进去冰洞，对，你可以边走去边走回来。那你如果一直走走走走走到底的话，从另外一个出口出来，出去那边就会走接吊桥。就会接一个吊桥，你就从那个吊桥那边再走过去那个桥有没有？然后就从五楼那边再下来。好，等一下我们餐厅是几楼？我们等一下呢，午餐的餐厅呢是三楼。三楼。好，在三楼。五楼是顶台，一楼是要去动，好不好？你去进入后边。等一下我会发在群组里面。好，就是一楼是什么？二楼、三楼、四楼是什么？这样。都的那个网络现在都还通的，对不对？应该是通的吧，收得到讯号吧？怎么样？应该是没问题。有看到。收到一堆照片，看到我很想清楚。那你刚才丢了，会丢了。所以我等会我发到群组里面，你可以看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手机嘛，就这样。吃完午餐，我们就给各位自由活动，好，一直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到1:15，好，1:15，我们在这里集合。好吗？那如果说你要提早下去的，你就自己到这边来。那下去要从哪里坐？男生楼层那边有看到吗？好，那边就是这个有一个时钟的，时钟的旁边的那个门进去，好，进去，然后就可以坐缆车下去。如果你要自己下去，那个地方就对了，英格兰。对，好，那我现在呢，先带大家，我们坐左边的电梯，先上五楼。我告诉各位怎么出去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你不去冰冻的，你从这边的五楼，你也可以去走那个吊桥，好，也可以去走吊桥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一个电梯坐不下，我们分2批、3批，好吗？我们就坐左边的电梯，好吗？来。请问我如果等一下要上洗手间有吗？上洗手间有，洗手间哈在2楼、3楼的楼梯旁边，哈楼梯旁边都有洗手间，好不好？4楼没有，只有2楼跟3楼。这边旁边这边是楼梯，好，这个进去这边是楼梯，你到2楼跟3楼都有洗手间，哈都有洗手间。3楼是餐厅，然后2楼、3楼等一下，我把那个资讯呢，把它发在群中。打开这边，打开这边，先导导。这边在2楼、3楼，那2楼、3楼。2楼、3楼、4楼啊，你在那边要吗？你要4楼，没几张都飞机过了。
今天是大五了。听我讲哈、哦，你们要走右手那间，我不管，对，他是住到四楼，四楼你要爬到五楼再爬一层，就是这样而已，可以走哈、哦。他刚才讲得很清楚的，你们怎么都不是不听的啊？你们几岁的？5岁。啊？昨天有睡吗？来，我最后一个，来，我最后一个上来。挤得进来吗？我最后一个上。咬不淡丝呀！你要不要挤出去吧？挤得进来吧。对呀。啊，我走了。啊，别客气呀。